大家好，我是碰本部片为我们瓜牛本周许愿周的活动公告，我们这边一样来复习一下吧。贩卖机这边每天都可以购买100蝌蚪的活动福利礼包嘛，这个都是一样的。等大起源之阵，我们这边来上一下规则。这一次3S 80抽的贵重品是我们的轮语哦，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主要的效果是研究所有基因的研究速度有提升，以及获得额外的免费时间，还有黑蝌蚪的消耗也有做降低哦。贵重品改到这边是针对我们华夏探索的部分吼，这个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的重点是提升我们的研究基因的部分。接着来看一下灰烬大作战的活动规则。接着是我们阶段三的活动条件，还有阶段四的活动条件。那这边一样来讲一下阶段一到阶段四的推荐哦。阶段一这边的话，一样都是黑蝌蚪；阶段二一样选白蝌蚪；阶段三这个金手指碎片太常出现了，所以这边我会建议直接跳掉，可以换供奉加速会比较好。阶段四这边是龙珠太多的玩家可以选择研究加速或者是骑士之眼哦。接着这边来看一下周礼包的内容哦，这个上述都已经有提到了，就是指我们200白蝌蚪的部分，其他话都是一样是氪金的。然后白蝌蚪礼包这边的话，一样是推荐一跟二，还有第四个吼。接着来看一下12000白蝌蚪的这个器官，它图片上应该是太阳神心脏，但它的文字是写魔化头盖骨吼。心脏这一个器官主要的效果是每回合我们可以提高瓜牛的攻击力以及追击力，恢复生命的时候可以额外获得所谓的治疗效果，所以这个器官累积下来其实也是蛮可观的，有多的白蝌蚪的玩家也可以拿来做兑换哦。好，那我们这一次简短的公告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这一次周活动的内容主要还是拼轮语这个贵重品吼。好，那我是峰峰，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